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 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十礼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 皈依僧伽，注重众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 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请看《大经课注》第334页。 334页第7行，最后一句看起，《华严经》有云：“一切自在难思议，华严三昧实力故。” 《华严经》上这两句经文，一切自在，是华严会上41位法身大士他们的境界。 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41位，41个位次，是诸、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这些人，他们居住在十宝庄严土。 三德密藏，法身、般若、解脱，都证得了。所以一切自在，它没有不自在的。难思议是不可思议，我们。 无法想象，这种自在从哪来的呢？是华严三昧实力，他得到的。三昧是梵语，也就叫三摩地。翻成中国文。 文字镇定，正受，在这个地方用正受来解释，容易懂。受是受用，享受。什么是正受？正是。 正常的享受，六道凡夫享受不正常啊！
齐情无欲的相守。那为什么说不正常？所有享受的都是虚幻的，不是真的。真妄，大乘用什么来界定它？大乘教里头，凡是不生不灭的，这是正常的，有生有灭了就不正常。啊，心受啊，重要是心。你看看，我们的心就是念头，前念灭，后念生，叫生灭性啊。生灭心就不正常啊！啊，生灭心造成的现象，就是六道十八界，十法界。啊，十法界里的包括六道，是生灭心变现出来的。华严经上告诉我们，真心能现能生。那慧能大师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宇宙一切法，是自信。自信就是真心，真心所生所现，这就是一真法界。华严经上说的华藏世界、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啊，往生在那边的人，生没有生灭，整个宇宙的环境，就是佛经上所说的万法，万法也没有生灭，所以叫一真法界。啊，在这个时候，一真法界就出现了。现在这个一真法界变质了，我们生活的环境是一真法界的变现，扭曲了。啊，为什么会扭曲了？我们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妄想是阿赖耶的业习种子，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第七摩那识。换一句话说，我们是生活在八十五十业心所当中。啊，八十五十业心所，它有能力把一真法界扭曲了，把它变成十法界，把它变成六道轮回。六道跟十法界是这么来的。如果我们不用八十五十一心所，那十法界就没有了。这叫转识成智。啊，
转八识成四智，四智是菩提。怎么转过来？真的是大道至简，简单到极处，放下就转过来了。啊，放下什么？放下起心动念，你就是化身大士。啊，十宝图现前了，十法界没有了，不但六道没有了，十法界都没有了。啊，不起心，不动念了。如果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实在讲，我们对它无可奈何。为什么？没有感觉啊，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啊，这个东西要什么人才能发现？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全教菩萨，天台家的三乘菩萨，啊，就是摄住、摄行、摄回向，他们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他们没有出十法界，在十法界、佛法界里头、菩萨法界里头，有分别，有执着。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啊，这两样东西它断掉了。无明烦恼是起心动念，它有，所以它转不过来。到十法界的佛法界，尘沙、见思、烦恼同习气全断了。在十法界成佛了，天台大师称这尊佛叫相似即佛。六即佛里头，他是相似即佛。他在这个位置上断无明，也就是在这个地方练习，练什么？不起心，不动念，他见到无始无明了，见到才有办法断它。啊，无始无明断了，十法界没有。十法界是为识所变的，啊，这个就说明相宗讲的转八识成四智，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莫那为平等性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转前五识为尘所作之，所以一切自在难思议。
用什么方法转的？华严三昧。啊，那我们今天修净土，我们用什么方法？也是华严三昧，但是没有用华严宗的方法。用什么方法呢？一句佛号。华严有没有说？有，华严到最后，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就这一句名号。所以，华严到最后圆满归心净土啊，特别是在五十三参表法了非常明显啊。五十三参第一位善知识的云必修啊，他修什么法门？波州三昧。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看最后一个一头一尾，最后一位善知识第五十三位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你看一个头一个尾，彻实彻宗啊，就是信愿持名啊。五十三参表这个法了，要能把它看出来呀、啊。名号功德真真不可思议。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一切法。华严说的一即一切，一切皆一，展开来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回归来就一法。这一法就是心愿持名。这一法以后还有没有呢？还有。用这个方法用到极处，经中所谓的到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念跟有念跟无念化成等号了，平等了，那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华严经称为妙觉。这个时候十报土不见了，十报土没有生灭，它有影现不同，啊，这个影现怎么造成的？无明烦恼断了，真断了，不起心不动念，真断了，但是习气没断呢、啊，习气不好断呢、啊，见思的习气、尘沙的习气好断。为什么？它有相。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有相，你要起心动念断它，你就往下堕落了。他不起心不动念了，
你起心动念，那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三乘菩萨了，你退转了啊。所以他怎么断？不理他，不要去照顾他，随他去吧，时间久了自然就断掉了。用这个方法多长时间呢？经上告诉我们三个阿僧祇劫。所以三大阿僧祇劫不是对普通人说的，是对初住以上原教初住以上菩萨说的啊，他们破了无明了，无明习气不能破，三大阿僧祇劫之后习气自然没有了，他就证得妙觉如来。妙觉十报图不现了，由此可知十报图怎么来的，无始无明习气所感的。啊，他们见思尘沙习气通通断干净了，啊，只有无明也断了，就是习气还有，习气不能断啊。大乘经佛常用酒瓶做比喻啊，陈酒的酒瓶，把酒倒干净了，瓶擦干净了，真的一滴酒也没有了，再闻一闻还有味道，那个味道就比喻习气啊。这个味道没有法子办，酒瓶打开放在那里，放半年放一年再去闻，没有了，就这么个意思啊。他需要放多久呢？三个阿僧祇劫啊。所以十报图的菩萨无量寿，三大阿僧祇劫无量寿，有量的无量啊。但是到等觉的时候，最后一品生相无明习气断了，他就圆满了啊。这个时候十报图不见了，长寂光图现前啊，证得妙觉果位，融入长寂光啊。长寂光里面什么也没有，慧能大师开悟，前面三四句是描绘长寂光，长寂光是法身，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梵语，什么意思？遍一切处，遍一切时，这就是法身。法身没有相，法身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是从它所生所现啊。只要你转化十乘四智，你就住十报图这有一定的难处啊，不是我们想转就能转了，想放假就放得下了，不行啊。啊，真修真干才晓得，啊，那怎么办？如果他有幸，他很幸运，他有这个福报，他碰到净土，对净土深信不疑，信愿持名，
在这一生当中就能转世成智啊，转八世成四智，不是靠自己，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功德的加持，它管用啊。什么时候转的？就在往生那一刻的时间。往生，你坐上了莲花，莲花是自信变现的，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的。我们这里发心发愿念佛求生，七宝池里面就生一朵莲花啊，莲花没开，我们念佛功夫到了，往生的缘成熟了，这花开了，阿弥陀佛拿这个花来接引你啊。往生的人坐上莲花，莲花合起来了，佛把这个莲花带到七宝池，放在七宝池上啊，花再一打开了就转世成智了。所以转世成智就在花苞里面，我们要感恩阿弥陀佛了，这是阿弥陀佛帮我们的大忙啊！即使我们自己功力不够啊，过去造的业很深也不要紧，只要生到极乐世界，即使下下品往生啊，凡生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做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就是法身菩萨，因为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虽有四徒三辈九品，但是它平等，不像其他世界四徒三辈九品不平等啊，设法界不平等，极乐世界平等。有这些阶级啊，但是这里面的菩萨智慧神通道理几乎跟佛是平等，跟哪一尊佛？跟阿弥陀佛。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啊，他看到十方刹土修行人的地位不平等，啊，证得果位高的很少照顾地位低的菩萨，地位低的有自卑感，地位高的这有傲慢的感觉啊，虽然他没有，他不起心不动念，可是让三贤菩萨有会起这些念头，所以佛慈悲，弥陀慈悲，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完全平等，没有这些外缘让你生起妄想杂念，这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的，十方刹土里的没有啊。
啊，只有这一家。所以十方诸佛尊称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其实完全平等，哪有极尊，哪有王啊。那么诸佛用这些方法也无非是表法激励我们这些凡夫啊，让凡夫看到了生两目之心啊，其往生之愿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能大师告诉我们，自信是清净的，决定没有污染，永远清净。我们今天的自信有没有染污？没有。那我们天天讲染污，什么染污？阿赖耶染污，妄心，妄心有染污，真心没有染污，妄心是假的。只要你能够舍弃它，关键在此地啊，你能够放下。我们常说放下妄想，放下杂念啊，放下执着，放下就是啊。千经万论都是这样教导我们。我初学佛的时候跟张家老师头一天见面，他就叫我看破放下啊，看破了解真相，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实相实相空，自性空，自性不是物质现象，没有物质，也没有念头啊，也没有所谓自然现象，它什么都没有，所以叫空。这个空不是物，为什么？它能现象，没有这三种现象，能现三种现象，隐现自在啊！啊，他没有起心动念的，为什么？感应。化身菩萨有感，他就有因啊。化身菩萨证得究竟圆满了，这个相就隐就不见了啊。那么这个法身就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原教从初住到灯觉这四十位子，就感得十宝庄严土啊，实实真实，真实就是没有生命。十宝图里面的有情众生人，这些菩萨们不生不灭，无量寿啊，三个阿僧祇劫这是有量的，三个阿僧祇劫到了他提升了，融入常寂光，就变成真正无量寿了，无量的无量的。所以它的有量跟无量是接着的，衔接的，当中没有脱节啊。这些事实真相我们搞清楚
搞明白，对经教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啊，我们日常这个受用享受，看到三昧，就要想到要正常的享受。什么叫正常？眼见色，眼在色尘里面，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真实。跟法身大师完全平等。法身大师见色不起心不动念，而闻声不起心不动念，这真修啊！啊，真正不起心不动念，成佛了。啊，就是华严讲的法身大师。他住在哪里？住在华藏世界。念佛人住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是一不是二。啊，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为什么？都是不起心不动念，还有什么差别？啊，这样的菩萨也得阿弥陀佛化身的加持，所以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十报图里面现报身。在同居图，在方便土见到的阿弥陀佛也是这个报身，这就很特殊了。我们在娑婆世界，在十法界里头人法界，六道里头人道，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一道实现的，是应身啊，示现八相成道，住世八十年，讲经教学四十九年啊，他老人家一生完全是表法啊，是不是真的？在我们这边好像是19岁离开家修行，30岁成道，是不是？这是舞台表演。实际上弥陀释迦9元劫前早就成佛了。啊，大经上佛自己说，他这一次到这边的实现成佛是第8000次，也就是到这个地球上来实现成佛了8000次了。啊，是来度众生的，在这个阶段。地球上有不少人根成熟了，根熟他就要用应身，少数人1个2个人根熟他用化身啊，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像虚云老和尚47岁那一年化身朝五台山啊，就拜文殊菩萨，他从普陀拜到五台山，3步1拜
3年才走到啊。啊，3年当中2次生病，都遇到一个乞丐，找不到。啊，生病时候都在旷野，附近没有人家。啊，遇到一个讨饭的乞丐，乞丐找不到。啊，找一些草药，把他病治好。啊，这个乞丐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啊，跟他住差不多半个月，身体调好了，他去拜山去了，乞丐不见了，走了。啊，过了一个多月，又发病了，又遇到这个乞丐。2次他们住在一起，住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化身。啊。虚老和尚不知道啊。以为真的是乞丐啊。到五台山去打听，他问乞丐叫什么名字。乞丐告诉他，说我姓文，文章的文。名叫吉，吉祥的吉，叫文吉。说我就家住五台山，你到五台山去，五台山人都知道我。到五台山就问有乞丐，文吉有乞丐，没有人晓得。到寺庙里的时候，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有人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化身啊，那恍然大悟。啊，那么菩萨现身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虚老和尚一发心，他发这个心拜山，希望把拜山的功德回向给他妈妈。啊，妈妈过世了，这一念，文殊菩萨那边就有应了。他这个一动念头是感的，那就有应。感有心，应无心，没有起心动念。啊，他起心动念，他就变成凡夫了，都退转了。何况这些大菩萨，确实果地上早就成佛。啊，为了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事先为菩萨。弘法利生呢，圆满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的大事因缘。啊，所以我们看到华严三昧，就要想到我们真受。我们只要沾一点点边，就有好处。啊，我们沾什么边？不要执着。啊，不分别，我们都做不到。我们从不执着下手。啊，不要执着。这个身相，佛法修行头一关就是破身界，五种见惑断的，真小乘须陀洹果。虽然这个地位很低，小小圣，他是圣人。为什么呢？他不会退转。他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人道有期限的啊，天上人间7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果，就超越六道轮回啊。所以须陀洹寿命到了则升天，天的寿命到了到人间，
他不堕三恶道，他也不会堕到阿修罗啊，人天两道。其次往返正得阿罗汉，永远超越六道轮回了，但是没有超过设法界，他生在设法界的声闻法界啊，四圣法界最低的一层啊，在这个里面他要断习气，就是见惑的习气，见思烦恼习气，习气断净了就提升了，辟支佛就圆觉了啊，圆觉这个果位上断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断尽了，他提升了，他菩萨，十八界的菩萨，菩萨在他这个位置上要断尘沙烦恼的习气，习气断尽了，他在十八界成佛啊，所以十八界的佛我们知道见思尘沙烦恼包括习气统统断干净，那么他要修的就是破无明，要断无明烦恼，无明烦恼断了，设法界没有了，设法界是假的，梦幻泡影，你在这醒过来了，梦中境界却没有了，那么醒过来什么境界？十八图啊，十八图现前了，设法界不见了，设法界有生有灭，都是念头变的啊，前念生前念灭后念生，念念不断啊，念头非常复杂了，非常多，多得像尘沙一样无法计算啊，所以天台大师称他为相似即佛，是法界的佛，很像佛的样子啊。为什么不是佛呢？他用的是妄心，就是还是用阿赖耶，没有能转世成智啊。如果在这个时候转世成智，是法界就不见了啊，一真法界现前，进入到一真法界，天台大师称之为分证即菩萨，六即就分证啊，没有达到究竟圆满，他是真佛，他不是假佛啊，真的是无量寿啊，永远摆脱生灭了啊，在那个里面修行的诸菩萨不生不灭，居住的环境不生不灭啊，人没有生老病死啊，树木花草没有生住异灭，山河大地没有沉住坏空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现象，在极乐世界通通不存在。啊，极乐世界虽然有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的人是法性身，凡圣同居土的一切万法，都是从自性变现的。啊，是法性，不是法相。啊，所以极乐世界好修行啊，到极乐世界就得到了保障啊。啊，
持戒念佛，没有一个不往生的。持戒就是放下了，放下身心世界，对于身心世界这些假象，再没有坦然了。这才容易超越。如果五欲六尘、财色名利、七情五欲还是放不下，能持境界没有放下，这变成人天福报。如果能把这些烦恼习气统统放下，完全变成无比殊胜的功德，这个功德帮助你往生，提升品位。全在自己一念之间的。所以必须看破，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知道一切是假的，对他毫无留恋，不会分别。如果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就成功了。这就是华严三昧，这就是念佛三昧。设什么样的三昧都可以。三昧是正常的享受。我们再看下面，有何赞语？法界为心，名佛法言，以因行化，言果德相，令显著故，如此三昧。现见十方佛及佛土。那我们知道了，净宗初祖慧远大师在一生当中四次见佛，见极乐世界，他能不能怎么见到的？如此三昧，他要不如此三昧，他见不到啊。这个三昧就是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就是华严三昧，没有两样。修华严，五指六观，华严论上说的，就叫华严三昧。海贤老和尚一句阿弥陀佛，叫念佛三昧，没有两样，三昧是一样的，无量三昧就是一个三昧，正常享受嘛，正常享受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都没有起心动念，大定，自信本定啊！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不动摇，本不动摇，那就是自信本定，
我们现在回归到自性本体，无论用哪一种方法都一样，跟自性本体相应的。见十方佛太容易了，见阿弥陀佛一点都不难了。圆公一生见四次，我们相信海贤老和尚绝对不止十次啊！我觉得他见阿弥陀佛、见极乐世界十次以上，他时间长吗？92年吗？第一次跟阿弥陀佛见面，我相信他20几岁，的功夫成片，佛就给他加持了。功夫成片是什么意思？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了，除阿弥陀佛之外，事出世界一切法全放下了，功夫成片。这个时候阿弥陀佛就为你现身，你有这个能力，这是感，佛自然有因，佛因的这会告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到你命中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往生，等于是极乐世界注册了。报名注册了，你的信心坚定，不会再动摇了。这个时候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我寿命不要了，现在就去往生，佛会答应，佛很慈悲。第二个选择呢，我延长寿命，还有这个寿命，我还要继续努力。为什么？这个时候比极乐世界修行快，极乐是死这个世界难修，逆缘太多。你顺利境界都能不动心，你有这个把握，可以在这里修，那么3年5载就可以提升到四义心不乱，四义心不乱神方便又有度，四义心不乱清净心得到了。再从四义心提升到离业心，离业心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需要多少时间？3-5年就成就，真快！所以我们估计，海贤老和尚念佛念到离业心不乱，应该在什么时候？我的看法，40前后。他就到这个境界，寿命阿弥陀佛延长的，佛给他的使命叫他表法，表什么法？怎样做一个标准的佛门弟子？这第一个，第二个。怎样做一个敬重阿弥陀佛的弟子？这一生当中决定的生净土，
满你自己的大愿，来表这个法的。啊，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真有，他跟阿弥陀佛多次见面了，怎么会没有呢？他不会骗人，这个人是个老实人。啊，一生没有说过假话，一生没有发过脾气，身心世界彻底放下了，活在这个世间，给念佛人，给念佛的人，给学佛的人，做一个最好的榜样。啊，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从老人一生的心意，我们看清楚了，看明白了，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的信心再不会动摇了，再不会有丝毫怀疑了。啊，一个目标永远向前进。啊，我们的愿心坚定，不会再改变。啊，莲池大师在晚年彻底放下，真正做到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八万四千行饶于他人行。啊，你喜欢学哪一部经教，喜欢修什么法门，你们个人选个人都好，他呢，死心塌地念阿弥陀佛。莲池欧耶大师著作都很丰富啊，晚年全放下了，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得到究竟圆满的成就，这是祖师大德古圣先贤做榜样给我们看，我们要能看得懂，要会看，真正看明白看清楚了，死心塌地绝无动摇。啊，那我要发愿教化众生，我不涉猎经教，无法普度一切不同根性的众生。这个说法也蛮有道理的，合情合理。啊，可是你忘掉了，古时候弘法利生的人不是凡人，宗门没有见性，教下没有大开元解，不需讲经。啊，大开元解就是明心见性，所以通通都要求大彻大悟之后才能讲经，才能教学。啊，你的著作才能传给后世。为什么？真正是佛知佛见呢？现在没有了。我们上一代也没有了，上一代再上一代的可能有很少很少了。
我在台中亲近李老师，我到那里去学教的，去听经，不是学讲经，不敢了。老师劝我，劝我学讲经，劝了很多次，我不敢尝试。他办了个进修班，教讲经的，班上有24个学生，带我去看。他说你去看看。那我这一看呢，才发现他那些学生比我高的不多，大多数都还比不上我了，他们都敢上台讲经，把我这个念头啊带动了。老师告诉我，我们确确实实没有能力讲经，讲什么呢？讲注解呀。那注解讲错了的时候，注的人负责任，我们没有责任。所以这我才接受了，我才愿意出来呀。真正开悟了，讲的是自信，自信流露出来的，跟佛流出来没有两样。诸佛如来从自性流出，千经万论，菩萨也如是，包括罗汉也是从自性流出来的，不同凡夫。我们是凡夫，只能讲古人的注解，看得懂的讲，看不懂的念过去就好，没错。强不知以为知，要负因果责任。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正当的、正确的。那遇到净宗啊，那就太方便了。净宗绝对正确，绝对没有两样，跟阿弥陀佛说的，跟释迦牟尼佛说的都相同，劝人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哪里有错呢？决定没有过失。尤其是大乘所乘传的，学习的理念，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学习的方法，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看，自见，目标是在自见，自见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之后，再去广学博览。为什么？用经典，用古圣先贤的著述来印证，我开悟了，我这个悟是真的悟，是假的悟。如果与经所讲的相应，与古大德的著述讲的相应，正知正解，没错。用它来跟自己在经里面的悟处对比，如果不一样，我所悟出来跟经上所说的，跟古大德著述里所讲的不一样，那就应当把自己的悟处放下。再加功永恒，那就说这一千遍不够，我再读一千遍、两千遍、三千遍、四千遍到一万遍，肯定有悟处出来了。念的时候，念经的时候，
没有杂念，没有妄想，一直念下去，不要想经上这什么意思，那一句什么意思，不要去想，没有意思。唯有没有意思，能出无量意也。啊，到你用的时候，你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各种不同根性的人，你一因所说，大家都能得理，都能理解。这世界没有，科学里头没有，啊，古圣先贤里头有，不但中国有，外国也有。啊，穆罕默德不是中国人，阿拉伯人，他开悟了。啊，他能讲一部《古兰经》，他不认识字，他口说，别人记录。啊，伊斯兰教的根本大经。所以，啊，开悟不一定是佛经的。我读基督教圣经能不能开悟？难。啊，所以读书千遍万遍没有别的，就是把你心里的妄想杂念念掉，恢复清净平等。清净平等是真心。这就是三昧，真心起作用，就是智慧。别人不问你，没有什么都没有，般若无知。有人问你，随问随答，没有通过考虑，没有通过我想一想，没有。啊，自自然然答复出来，无所不知，般若无知，无所不知。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如果我们读经，求句句段段都求他的意思，入门堵塞了。你所学到的知识，啊，甚至于把经搞错了，这非常可能。啊，所以佛法是心法。要用真心去感应，啊，种种方法，总而言之，他一个目标，把妄心扶住，在功夫深一点，妄心断掉，真心现前的，啊，那么持戒就非常重要了，持戒。帮助我们恢复真心，啊，从哪里做呢？无戒摄善，啊，佛在《无量寿经》上跟我们讲三种经义，他把口业摆在第一，善护口业。不计他过，在一般大乘经里头讲的这个问题都是身口意，是这个顺序，在我们这个经里头不是的，口身意。啊，为什么呢？口是最容易造业的，从这下手。啊，口业清净，则身业清净。不道，不杀，不道，不业，身也清净。啊，讲求的是什么？念头都不生，真清净。啊，根是意，不贪，不嗔，不痴。
贪嗔痴是三毒烦恼。贪里头最难断的情执啊，情执里头最难断的亲情，这烦恼的根啊，贪里面的核心，要从这里下手。啊，嗔恚的根是傲慢，有时候傲慢自己不觉得，啊，要细心去观察，把傲慢的习气断掉。啊，愚痴的根是怀疑。对自信不能怀疑，对圣贤教诲不能怀疑，对祖宗留下来的教训不能怀疑，啊，怀疑，累积怀疑就是愚痴，累积骄慢就是嗔恚，累积亲情就是贪欲。啊，你不能不认识他，真正认识他，远离他。他障碍我们的道业。真正放下了，菩提道上一帆风顺，没有障碍。啊，才能得到自在。啊，真正持戒念佛，又持之以恒，永远不改变，我们会跟海鲜一样，常常见佛。这个事情不能说。如果见了，常常在别人面前夸耀，你看我都见佛了，你们还没见到。常常给你看到的佛不是佛，魔变佛身来诱惑你，你上当了啊！为什么？你想想，贪嗔痴慢疑全跑出来了啊！从这上鉴别，佛为我们实现的，绝对不连带烦恼。我们贪嗔痴慢疑这个心没有断，佛不现前。为什么？现前呢，造成障碍，贪嗔痴慢疑真断了，见没有欢喜心，没有傲慢心，不值得向人道。啊，你看海鲜老和尚师父教给他，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所以有人问老和尚念佛的境界，老和尚笑而不答，这就是大佛。啊，所以从那表情你要能会看，你能看得懂。啊，没有丝毫夸张啊，这就是道在平常啊，平常心就是道，仔细观察
在穿衣吃饭，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啊，他的工作是农耕，啊，点点滴滴你去看，细心去观察，妙不可言的，一句佛号从来不中断，这真的，这不是假的。啊，度众生，众生的成熟实际因缘他看得清楚，没有成熟的时候别去动，不找麻烦啊，缘成熟了很好教啊，啊，修自己，自己修成了，得一切诸佛为神加持，众生缘殊，才能普度众生。啊，所以度自己才是真正度众生，自己不认真干，假的，不是真的。啊，合掌者这几句我们要怎么去学习？法界为心，法界就全宇宙，全宇宙是心现的，真心现的，妄心变的，真心是自信，妄心是阿赖耶，啊，这都叫佛化言。所以华严经也是相宗六经之一，啊，它有六经十一论，啊，以印行化了因果的相，啊，这一句我们在海贤老和尚92年行业当中展现无疑，令贤著故如此三昧。海贤老和尚入的是念佛三昧，啊，跟华严三昧是一不是二，用念佛的手段叫念佛三昧，用华严直观的手段叫华严三昧，啊，是一不是二。所以入此三昧呢，现前就见到十方佛，见到佛陀。啊，为什么他能见到阿弥陀佛？为什么他能见到极乐世界？我们就搞清楚、搞明白了。人家见到了，一句话不说，这是我们要学的。见到之后到处说，佛就不来了。为什么？着相啊，你退转了。着相是六道凡夫，小乘就不着身相了，你虚陀环不着身相了，啊，身见边见见取戒取他都放下了，啊，见取戒取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成见，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非常执着自己的见解，啊，不能够合容他人见解，就是自己成见太深，非得以我这个做法，啊，这叫成见，虚陀环没有了，
何况罗汉菩萨。又家乡所言，慈三昧皆是法身。古云华严啊，实是壮实，这个三昧壮实法身，法身没有形象，这个意思很深很广，要细心去体会啊，有心去想它不行，愈想越乱，距离就越远，不想老实念佛啊，念佛三昧现前，华藏世界也现前，说因此三昧庄严法身故，以上注说皆名华严三昧之意，其中何赞？所谓法界唯心，名佛华严。此表一真法界唯是自性，于此了达即华严三昧。啊，这两句话非常重要，何赞人所说的。法界唯心。为什么能大师最后一句话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就是法界唯心。啊，一定要知道全宇宙是自信变现出来的，那么全宇宙里头任何一法，乃至于一粒微尘，都是自性的。所以一静作气，气气皆静呐。所以你从体上看，它平等，它没有差别。相有差别，性没有差别。见性不见相啊，不着相。这是菩萨，性相一如，性相不二，性相两边都不住，这是法身菩萨。在一切法里头得大自在，这才是真正的圆满，这是真实的受用。啊，所以一定要知道一真法界唯是自性。啊，自性在哪里？变法界虚空界随念一法，明白人点头，随便念一法，真诚到基础，用真心真实相，啊，如家乡所，啊，家乡大师说的，此三昧皆是法身啊，这要体会他的意思。为什么法身没有相？法身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通通是从三昧来的，
所以正受重要。啊，譬如我们吃饭，蔬菜酸甜苦辣咸，我们要是吃的时候利一切相嘛，即一切法嘛，啊，酸甜苦辣咸都不知道了，都没有了，算不算开悟？不算。为什么？你是白吃，什么酸甜苦辣咸都不知道。那他知道呢？知道你是凡夫，那怎么办？清清楚楚、明明的智慧，如如不动，不被酸甜苦辣咸所转。啊，转什么？我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能够把酸甜苦辣咸看作平等法，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心心识别，这真懂得了。啊，入到口里的时候，有没有产生变化？有，不是我们的变化。我们是随着物质酸甜苦辣咸起念头，他不是的，他这里是生平等心，起喜悦相，发喜充满，我们尝到的味道酸甜苦辣咸，他尝到是妙法。不一样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并不难懂啊。啊，饮食起居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不要挑剔。啊，老和尚生日，大家给他做了一桌素菜，他一口都没吃，这是不是执着？不是的，这是怜悯众生，做这个事情。啊，希望大家呢把这种嗜好放下，恢复平常，平常心是道，教我们这个做的人没做错。老和尚的表情一生都是欢欢喜喜，只有这一次很不欢喜。啊，为什么？人走世之险道啊，会增长贪心的，贪心没有边际，那个麻烦就大。所以持戒要静也，啊，生活越简单越好，养心，心好，身体就好，精神就好，啊，养心，不要重视物质，这个连现在的科学家都懂得，啊，最近的这一二十年量子力学家提出来，
一心空无。啊，我们的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环境。这个在佛法里头就是经上常说的，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都讲这个道理。啊，只要心善，只要心正、真诚，就能转动所有物质现象。啊，最贴近自己的身体，然后我们生活周边的环境。这个道理，科学家到最近这十几年、二十年才发现。那佛在经上三千年前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现在人看不懂啊，啊，古人看不懂，为什么？古人心清净。现在人心的欲望超过古人千倍万倍啊，这是事实啊。古人心没有欲望，随遇而安，什么都欢喜。啊，得到没有欢喜想，失去也没有悲伤，啊，心永远保持在平静。啊，儒家虽然没有佛家这么严格，他有理，啊，希望越接近平静越好，不要距离太远。因为如没有出六道轮回，他修佛宝人天佛宝，佛家是要修出离轮回，出离轮回一定要断，福不行要断，啊，那我们想往生极乐世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永远超越十法界，那戒定慧太重要了。啊，古大德给我们说，三学一缘，佛法就兴旺。啊，三学是说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化众生，教什么？教戒律。叫禅定，叫经典，那这三门呢，戒律成为一个宗派，佛的身就是清净身、平等身，那禅是佛的心，清净心、平等心。啊，教是言语，纯净纯善。教里面包括很多宗派，除了禅宗，除了律宗，全属于教下。啊，有显首宗、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啊，净土宗也在里头，密宗，啊，那包括小乘，中国在过去唐朝时代有居士宗、属于小乘，啊，教下很多，这宗门教下。一就是三，三就是一。不能分的。戒里面有禅，
有教，教里面有戒有禅，一二三，三二一，通是世尊所传。世尊灭度之后，祖师大德有专弘一样的啊，所以三门这个三学定立了啊，这是个衰相，还看不到衰。为什么？大家都尊重啊，学禅的并没有说我禅最高，你们都不如。如果有这个念头起来，就衰了。啊，留下了自赞回答，这就不好了。啊，所以可以分苦，像学校教学一样。啊，中国古圣先贤的教学。典籍全部都收在四库全书啊，四库全书就像我们佛教的大藏经一样啊，通通归在一起，是一不是二啊，那么分越往后分就产生成见了，自赞回答啊，自赞回答那就是衰败的相啊。更严重的现在我们看到了，现在的话叫内部斗争，佛法叫起哄啊，一个道场彼此互相争论，彼此不服，这是这个佛法叫灭了啊。所以中国有一句谚语说，家和万事兴，决定不能不和。今天世界社会动乱，人在这个世界没有安全感，你说多可怜多悲伤。我们是学了佛，感受比别人轻一点，那怎样能恢复到安定和平啊？像古时候太平盛世我们在这么多年当中只看到一个人，英国人汤恩比博士啊，85岁过世的，1975年，他85岁，晚年曾经3次到日本，他也到过中国。他一生研究文化史，他是个历史学家啊，偏重在文化。人非常慈悲有智慧啊，因为他经历过2次世界大战，特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核武，他对这个事情非常关心。核武战争没有胜负，是人类自相残杀，自相毁灭。如何来挽救？他想的这方法是从中国历史上
得到的启示。啊，他知道中国周朝晚年，周朝八百年，但是五百年是乱世，春秋战国，民不聊生，人民痛苦啊。孔子生在春秋时代，孟子生在战国时代，啊，那么主权国家多了，很容易引发战争，为了利益冲突，啊，所以他就想到中国借书春秋战国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在行政上真正统一了，虽然寿命不长，只有15年，汉取而代之，啊，在汉朝出现过盛世，啊，那唯有统一才能解决问题，所以他就想到今天整个地球要统一，核武战争就会避免了，啊，用什么方法统一？什么人来统一？他是英国人，用文化统一，用圣贤教学来统一。啊，什么人呢？中国人。80以后到85之后5年，他的信心非常坚固。啊，有人问他，中国现在很乱了，在那个时代，他说不要紧，毕竟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文化，他会回头。他说这么一句话，为什么？一切法走不通了，回过头来一看，老祖宗东西现成的，啊，在他著作里头访问谈话，啊，报章杂志上都有刊载，讨论全世界的古代的文明，啊，他看到全世界的最优秀的中国，他叫东亚文化，啊，东亚是以中国为主，还有3个卫星文化，韩国、日本、越南，那他们在2000年前就跟中国往来，就学习中国文化，而且非常有成就。啊，他说中国、韩国、日本、越南这4个要变成一个核心，同心同力，就能影响到全世界。啊，中国统一，中国人心量大，啊，在周朝那个时候就普遍能看到中国人对国家说的很少，一开口就是天下，啊，所以中国那个时候800诸侯统一成一个大国，就叫统一天下了，啊，一直到今天还保持统一大一统，虽然改朝换代，文化没中断，啊，教学的理念跟方法没中断，这个非常难得了。啊，他的那些言论，我们看了，
帮助我们给予中国传统的信心升起来。讲得头头是道啊！称赞中国的汉字文言文。他们主张汉字文言文将来一定要变成世界共同的语文。如果好东西保存到后世千年万世，一定要用这个工具，这工具是世界独一无二只有中国这种方法能够保存。他举个例子，譬如孔老夫子2500年的人，现在如果跟毛主席见面，言语不通啊，写字都能懂都能懂的。这个文字好啊！中国地幅员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语言，但是文字统一了语言不同，写出来的字意思完全一样所以希望将来汉字文言文变成全世界的通用的语文，世界语文他说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迹象，他是英国人。我最近听说，英国已经开始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通通学中文。有人问英国主管教育的官员，你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的回答，中文将来是世界语言，就像现在的英语一样，如果你要不学就跟不上时代了印度尼西亚上个月开始7月，全国中小学学生学中国的《弟子规》正式列入课程，我们看了欢喜回教大学要开汉学院校长也是印尼的回教大学校长，两次到香港来看我，告诉我这个事情，还要建一个四库图书馆，不可思议我今天中午接待我们的市长，还有一位部长，有一位是国会议员中午来访问我们，我接待他，中午在一起吃饭我希望图文把宗教团结起来，将来对于世界和平会有很大的贡献。这三位都欢喜这是好事情。中国的典籍真实智慧四库全书大藏经，要认真努力专学一门，一门通了开悟了再广学多闻，为什么不费力气了，全通了一部书翻几页完全明了过去龙树菩萨开悟了，明心见性，他用3个月的时间把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全部读完了，我们相信你看六祖坛经慧能大师所说的发达禅师一生专攻法华，
见面向他请教。刘祖说，他不认识字，没有看过这个经，你念给我听，《法华经》28品，很长的一段。他念到第二品《方便品》，刘祖说，行了，不必念了，我全明白了。啊，人家学法华学了10年还没通，他只听了几句他就明白了。讲法华经的大意，法大就开悟了。啊，这种方法来学一部大藏经3个月够了。你看你没有开悟学多难，30年你都学不到，开悟之后3个月全懂。所以中国传统教学，大乘佛法的教学，是以开悟为主要的目标，不开悟怎么行？悟从哪来？从定来的。所以因界得定，因定开悟，这是佛法教学总纲领。我们走这个路啊，我们学一部经，学一部论，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得定，一门深入，让心定下来，除这一样东西之外统统放下啊，开悟之后再广学多闻，跟四弘誓愿里面所说的意思完全相同。啊，这希望我们同学，尤其年轻同学啊，要多想一想啊，真正能够接受这个方法，没有一个不成就。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智慧德相都是平等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